没有了。哦，这里吗？在摩托车里面。摩托车里面。检查搞什么？他说在路边捡一半，手机还没空送出去。你看他打电话，他在。我在工作，想说晚一点再回。这个吗？哎，看一下是不是？我讲的路边，你掉在那个巴德那个高架桥下面，路边路角那边。那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啊，不会不会。謝謝那个，你资料我们留下好不好？留啊。哎，我那个做水电的。啊，平塔金国路2052。我刚捡到，想说我要去人家那边修理马桶，先弄一下。诊所接获一对母女的报案，声称该名女儿在骑车过程中不慎掉落手机在路旁，要回头找的时候，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。诊所协同这位母女。利用手机的定位方式找到手机正在移动中，并且找到了这个拾货人。该名拾货人表示正要将手机送到派出所缴交。啊，警察已经先跟这对母女到场之后，拾货人当面就将手机归还给这对母女。然后该名报案人也感谢拾货人及警方的热心协助。